29号 ，Queen 四子 Wonder 组合现身2019湖南卫视春晚直播现场，在后台 ，Wonder 组合也接受了媒体群访，宝宝们快来看看吧。其实因为我们就是第一次出远门录节目，就是来咱们长沙录《天天上》，是我们第一次出远门，所以既然把第一次献给了这里，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希望明年还能来两次。其实因为是开场节目，还是直播嘛，所以自然会有点紧张。不过我觉得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就 OK 了。现在心情怎么样？刚刚表演完了，已经结束了，自然是比较放松的状态。对，晚上可以去吃个好吃的，享受一下这个城市。臭豆腐吧，我觉得对我来说臭豆腐就挺好吃的。最近要搜完粉。哎，就因为《红包红包》这首歌就比较洗脑嘛，然后也比较喜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为咱们就是今天这个今年春节准备的一首非常适合这个节日的一首歌曲，很适合小孩子要红包。五六七走，给红包，给红包，大舅二姨给红包，给红包，给红包。OK。芒果捞新闻，更多精彩内容来芒果 TV 看哦。报道。